未来地在下同一等的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给我的这个国民最想要的，我们的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办法。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eaches us that the destiny, the star of destiny of China, ascends and descends more than in the case of any other country, depending upon the leaders of this age. And so, I am sure if all the leaders of this country will be imbued with the same spirit and courage that characterize the speakers of this morning, our... 这个必有与台湾为基友应我归义啊，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允许美国霸占台湾一大陆。是统一胜诉中国内政，绝不容许美国插手。武当同志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革命教，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的合作的光荣历史。当时美帝国主义具有谋我之志，何应应口之中为帝张母甘为民族之一，国家谋之成一个流派，我们当兵人同志并以民族大义，也以一个采取统一步骤，一言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以及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有用的贡献。我们的正义路是团结全国人民，根据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十年各国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负面负责离家引户的吃垮和骄傲，准备在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掩护敌人也根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真瓜真草棒。知道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政策前进，我们政策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